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日前呢是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那在11场比赛结束之后，第二阶段的11场比赛呢将会在8月底开战。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带来第一阶段的一盘精彩的对局。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目前是处于休战期，不过棋手们可没有歇着。同样是由金立智能手机冠名赞助的2013年世界冠军争霸赛又上演了一场好戏。由于年轻的棋手发挥出色，今年的金立智能手机杯世界冠军争霸赛上出现了四位新科世界冠军，他们分别是英式杯冠军范廷钰、春兰杯冠军陈耀烨、百灵爱透杯冠军周瑞阳和 LG 杯冠军十月，清一色的新生代力量。在第一轮比赛中，十月战胜了陈耀烨，周瑞阳击退范廷钰，两位90后成功会师决赛。决赛中，十月的发挥更为出色，直白中盘战胜周瑞阳，成功摘得中国围棋王中王的桂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和王源老师呢今天在这里为您讲解一盘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1轮的一盘主将之战。这盘棋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苏泊尔杭州队的主将连笑四段对阵大连上方恒业队的主将米玉挺四段。那么这两位呢都是弱冠棋手了，应该说因为年龄都非常小，还不到20岁，而且呢两位棋手呢年龄相仿，连笑呢是比米玉挺大了2岁，但是今年也只有19岁，还不到20，所以呢这年龄非常小的两位棋手相碰到底会怎么样呢？好，王老师。对，这是我们中国职业棋界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精彩，非常真实的精彩，就是年轻棋手他们水平都很高。是的是的。这个连笑呢之前给大家做了好些介绍了，事实上我和他们接触的很少，我对他们的了解都是通过棋来看的。是的。下面呢我们也通过棋来看看这两位年轻少年的豪杰他们在盘上是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看棋，这盘棋是连笑之黑，连笑之黑。就连笑在此之前在联赛上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是呢他在别的比赛当中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说呢他对自己也不太满意，他觉得我这个联赛要努力了是这样的情况。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另一个问题，小乔，就是我们职业棋界啊这些现在风头正劲的这些年轻高手啊，他们数量很多，大家都在一起下这个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对，是的，谁能够连战连胜啊？谁赢谁不是很正常的？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要是真的这个成绩很遥遥领先，或者是领先一步吧，如果他有这样的成绩的话，就简直非常了不起啊！对，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优秀的年轻高手他是连吃好多个鸭蛋，下一盘棋就输一盘，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事情。没错。行，我们看棋，下边一招棋，白棋挂。黑棋跳，很快出现一个流行变化，就是点三三。最近下的特别多这个变化。那么黑棋挡，之前呢给大家做过一个推荐，到这儿呢我还是先推荐。我觉得我们棋友当中，如果觉得自己这个力量不够的，你就拐这个就行了，这个最简单，没有什么，并不是很心疼的哈。我还是要隆重推荐一下，当然我们观众朋友当中，我们棋友当中，如果大家都喜欢要战斗，那就不要下这个下法对我只是说下这个下法其实黑棋呢没有什么亏的，对，这个棋局还早得很，你说这下一个变化，你说我就亏了，这棋就不能下了，就劣势了，没有这种事，还早得很呢。好，了解了这个印象，我们再来看实际上呢职业高手他们大部分都是搬这个，对，就是白棋也希望线索很多，黑棋同样也很希望，所以就下成了这样一接，然后白棋一飞是吧，黑棋呢下一步挡住，白棋长，黑棋接上接住，然后白棋这个加下去，就这招棋呢是新思维，
大概是两三年之前吧，开发出来的一个新思维，之后有非常多的变化。是的。啊、嗯，黑棋下一招当然是先要主动。对以前的下法呢，白棋都要什么冲掉，然后长掉。嗯、现在呢，就是强调千万不要冲这一下，因为冲这一下你撞了一口气，脚上的死活就不一样了。对。啊，他一定要留着这一下，然后呢夹到一下之后，这脚上先留个半死不活的才能。对，有非常多的味道哈。同样的道理，就白棋不要先冲。对。因为冲完了就一定要回补，不然被人家一扳这个气不对了。嗯。空间伸缩余地没有了。作为黑棋来说呢，下一招其实非常。结实的街上呢，其实职业顶尖高手也有人下、哦、李世石也下过，常浩也下过、哦、他们都下过、哦、但是这盘棋呢，连笑又下出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嗯、啊，我只能说从统计数据来说呢，下这招棋的人呢前一段没有，嗯，后来呢大概常浩下过，李世石下过，他们也下这个街的也有了、嗯、但是这招棋我第一次看到没有活跃，对，没有过。那么刚才这个话，它的另外一半继续要说下去是什么呢？就是黑棋有这个接的，但是黑棋也有不走的，对，暂时放下不走，走别的任何大场。是的，白棋呢就憋着，周边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就一冲，一断，对，啊，这个地方形成奇特的一个战斗。嗯，啊，这个就没法说得很细了，这个里头变化太多。好，黑棋呢连笑，它就下了这个扳。然后白棋脱先了，脱先，先抢占下方大场。嗯，黑棋这个尖是要把这个撑得满一点，普通呢、嗯、当然是这个，是吧、嗯？这个也是很好的一招。接着黑棋下一招，从这儿挂进去。嗯，这招棋怎么想要对白棋有些影响？是的，白棋是占小飞。对，小飞了。就这个棋呢，小飞是，首先尖顶是不是过了一点？如果说尖顶的话，是不是帮黑棋更加加强了？因为黑棋挂入的意思，它很显然不是说自己或者跳或者飞吧？嗯嗯。不是说自己要在这儿破你的空，或者说只是打入一块棋那么单纯。嗯。他肯定是想要对你这三个子施加压力的。对，这三个子施加压力，在白棋做活的过程当中，如果什么时候黑棋把这个能够抠掉的话，白棋这个力变成后手，那么这个扳对他的死活。这个影响就非常直接了，嗯、这一扳基本上就死了，啊，对，如果周围铁厚的话，嗯，所以呢，它有一个连锁反应。那么白棋在黑棋挂入的时候，这个尖顶就稍微过了一点，啊，就没尖。那么飞也可以，但是在这儿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另外一种下法。现在呢，受年轻人的启发，他们敢想敢干，这个思路是非常开阔，嗯、啊，行棋这个行为啊很自由，嗯。就实际上呢，我们看全局啊，白棋在黑棋打入的时候，除了一般的下法，还有别的行棋目标、嗯、就是右边这一块。右边这一块呢，黑棋的规模暂时不是很大了，它就是右边这一块而已、嗯、但是呢，考虑到这一线确实像是黑棋子力比较多，换句话说，整个右边黑棋还是具备发展性的，对，它有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的条件，将来它点然后再压住，嗯，它最简单就这样下，显然也是一个大场，是吧、嗯、好，既然是这样，白棋就可以考虑在黑棋从上边打入，对这三个子的压力还不是特别直接的时候，直接硬是可以的，嗯，揪着它，那么先从这边动手其实也可以，先试一下黑棋硬手，看看你硬在哪里。不，因为如果白棋能够就是说像这个在桌子上竖鸡蛋一样，把右边黑棋这个正式的潜力直接给它消掉，嗯，那么全盘这个打散黑棋棋子的合力的形成就比较有困难，嗯，就是可以下的，是吧？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下法。走完这个，主要这个尖冲有点意思，这尖冲比较有意思，它的语言就是你要下爬它就长，嗯，你显然现在吃这两个字很困难，对，那么它就可以给你消掉。你如果要上贴，它就下挡，有了这招棋的帮助可以下挡，就这招棋要给大家推荐。因为如果现在你再走这个呢，被他一飞或者是一靠，嗯，这个好像白棋这个作战比较被动，嗯，但是这个贴很有意思，如果照着一般的行棋你是要扳的，那么他就扳底一下，对，你挡住他再扳，就这扳这个黑棋稍微有点难受，因为不能断了，断了被他接上，对，他先扳着了一下，因为这里有个断点，然后黑棋你是要长这个还是不断吧，对，啊，不行，所以这个下法是可以的、嗯、啊，简单说来就是右边在黑棋摆出一个要扩张的阵势刚刚形成的时候，白棋只要有机会就用这个尖冲去对付他，可以、嗯、他上贴我就下打，他横爬我就顺长啊，但是呢这不必然，
就是有这么一条路，不是必须这么下。我们看实战，它是飞。那么黑棋现在用了一个尖冲，是的，这是连射用的尖冲，是吧？李玉婷呢，下边一招棋是三路横爬。那么以高标准来说，这个三路横爬小棋它是稍稍有点问题。那您觉得它应该怎么下呢？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我们广大的棋友要做一些报告、做一些交代呢，就是对方尖冲的时候，你这招棋是竖长还是横爬，依据什么来定？两个下法次序不一样，变化不一样。那么应该说呢，就是如果要横爬，一定是边上的眼位和目数价值比较高，那么你就先横爬了再说，因为你怕它挡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看呢，上边这一带啊，它的眼位和实地呢都不是特别大，当务之急，白棋肯定是这个地方大，得把头先冲出来。对，肯定是想要出头嘛，你被它全部蒙进去肯定不太好，是吧？是的。所以基于这个呢，我觉得白棋最正确的下法应该是先贴。先贴起来。对，那么黑棋是不是也要考虑搬？黑棋肯定是搬，肯定是搬，那么白棋就再搬，就是这样是对的，这个是正常的。嗯，黑棋如果照行棋的规范，它要贴的话呢，这个白棋这个搬接啊和这个搬接和打都有，就保留，然后再搬这个。这个棋呢，来回一变就比较有这个弹性。对，简单说来是这样，因为你要打了长，它就这儿闷打一下，这儿搬一下，改个示意图啊。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因为是时髦的变化，可能将来我们也用得上。那么你来一下，打吃它就有接上，这个它比较难受，你这来一下它必须挡，搬得挡住。对，然后你再爬一下，这个都可以。嗯，再爬一下，它只有吃这个，你再接上，它只有搬下去。对，然后你再把这个接上，它只有吃这个。嗯，通过弃子，对，然后你再把这个一下，这个断的黑棋难受了一下。反正黑棋当然也有他的下法，嗯，包括是不是这一带要碰啊之类的哈，来考虑这个引子。但是这个棋白棋显然有棋下，没错，这给大家指出一个方向就行了。嗯，具体的变化就没法说得很细。实战呢，就这道棋呢，他搬的时候黑棋长的可能性也有，对，就单长。那么实际上白棋也是拐一下，嗯。这个下法呢，居然很奇特的跟实战结果一样。对。那么你说，那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是有意义的，有区别的啊。我们接着看看实战，它是这样。它先爬。白棋是先爬。实战。然后再。黑棋退。再拐起来，黑棋连笑搬，李玉婷再搬，下一招棋连笑，这个长。他本来我觉得是应该连搬。摁过去是吗？摁过去，因为要点方，就想着要点方，主要是这个。摁住他，你看，你如果是叫吃，他接上；你如果在横长，下边一招棋，我觉得大家都会，是吧？先点方一下，应该有这点方，这我会了。因为他这个争不掉，是的，现在他主要争不掉。嗯，而且这个子的位置刚刚好，你补住了之后，发现这两个子已经掉了，已经掉了，这很痛苦，对，被人家先手吃了两个。所以他一连扳呢，我估计这个白棋李玉婷啊还不能退了，他只能用个俗手来定型，他只能叫吃这个。啊，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盘棋，顺势长出来，对。他只好下这个，再拐，然后再说是不是拐这个，或者是直接摁这个，这个也很大。对，应该是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变化，黑棋对白棋的压力要大一点。嗯，结果呢，连笑这招棋他下了这个退，就等于刚才我们说的，你竖长搬他退，你拐他退，这个呢白棋还算可以。就能下成这样，就觉得白棋还算行，还算行。我觉得黑棋连搬好一点啊，但是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欣赏他们年轻高手的棋的话，要品味呢，有些行棋的方向我们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啊。行，下边一招棋，白棋是搬，贴起来哦，贴，先贴的，先贴，对，然后黑棋搬，嗯，白棋再搬那个，赶紧整一下行，整形，还有断吃，嗯，白棋当然要多送一个，黑棋长，拍吃，拍吃，这下倒是很愉快，这个拍吃倒是很舒服，哦，哎。这个拍吃很舒服，黑棋只好接上，没有办法。盖住，对，这个差不多，里头也还有些变化，差不多是像您这样。嗯。连下把这个吃掉，这个锦旗二子头一定要断，是吧？断了跳。嗯。黑棋当然这个要跳方，好，这个这会儿带来一个局面非常有意思。小球这个局面非常有意思啊。我都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这怎么一下子就已经下成这样？对，好像这战斗已经白热化，两个人谁也没有退路了。
对，就纠缠着战斗，你这个棋好像没有活得很好，然后右边的模样是怎么发展的，等等，是这些线索啊。那么我还是想说，我经常试图给大家介绍棋的时候啊，因为我毕竟是个老同志，有老同志过去看待事物的一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那么我们把这种东西和现在年轻人他们下的东西进行对比的话，这不是就有趣味性的吗？所以像看待这个棋呢，我这个老家伙，我的眼光啊，先说他实战的下法，我一看吓一跳，就是我确实完全想不到这个，但是他这道棋确实有点问题。玉婷，他长这个，他太猛了，这个长这个是就感觉上太过啊。那么后来当然形成非常复杂的战斗哈。那么我看待这个棋形，我怎么看呢？小秋是这样的，我首先看见这个棋形，我当然要感觉上是这颗棋我要处理。对呀、啊，是。其次呢，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形，就是这招棋很有意思。想靠断它是吗？就有这一招棋，是不是想靠断？我需要计算。那么这一顶它只能走这个，然后再冲，再一冲，它只能蹲，因为它只要敢渡我这，我还不打吃，我单断它就嗷嗷叫了。这个他就完全不行，把这个也拔了哈。所以他只能走这个。换句话说，我留有这么一个余位，在我想走的时候走成这样，你这个还必须卖掉。你不卖我就长了，那我再一拐。不过这个白棋收获也挺大的，这个脚看起来很扎实啊，而且有了这几个子竖到二路之后，这脚上已经没有棋了。对。当然现在不敢这么下，因为我这块棋还没活。可是我有这个东西。好，由于有了这个东西呢，所以我的思路就是现在我白棋一心一意把这个棋走好就行了。因此我的思路，我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叫吃，虽然是俗手啊，你尝我再贴。贴出来。你必须再尝，这个没得说。对。然后我再煎。好了，我这一煎呢，顺便要把这颗棋做活了，因为将来你要走的时候你是搬，我一挡，你这些都来不及了，是吧？这个基本功，因为以前给大家介绍这个棋性已经很多回了，你走这些的时候来不及了，因为它一冲它连上了。好，我这一间呢等于把我这块棋已经就这块棋也解决了，这块棋眼位也够了。因为现在你不能到这儿来杀我了，这个太过，是吧？这个太过分了。哎，这显然不行，你最多就是这种样下，我这还出头还很畅，这个眼位有，这边上也可以做活。然后我就憋着，有一天我走这个。我觉得呢，应该是过去的想法应该是这个。对，而且这个白棋本身出头也是有价值的，对着人家这个模样，让他以后这个模样至少你不能成得太大吧。对，所以实战这是个行棋的方向。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实战，哇，这个他们两位抬杠，李玉婷这个抬杠这个太过了，因为他还想，他对留有这些余味他不满意，他还想用任何方式啊搞得你整个这一块行动都不便。好，下一招棋连下又很配合，你看也是，如果我下黑棋的话，我就知道你这招棋已经卖味道了。所以我下一招我贴这个就行了，就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我这个头一贴出来就行了。你现在不好意思吃这个了，那你这尝一个白亏了。白亏了，是啊，是不是啊？就已经很满意了吧？哎，不，你看人家还要走这个，然后往这儿尝，选了一种最狠最狠的下法。对，所以我就说，小青，你看由这两招棋可以看出，现在年轻人他们的下法和我们过去来说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革命的。我确实觉得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好多新东西，真的。对，因为你过去想都不敢想，不会这么去想的。你看这两位他们是这样下的，他要冲，我也要冲，就两个人啊高速接近，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精彩变化就出现了哈。行，这就给大家议论到这儿，然后不做结论啊，不做什么好和坏的结论。这个接下来的战斗就白热化了，绝对是。对，因为这我如果说白棋再不想办法的话，这块棋接近要死了，快。这块棋已经没形了啊，这个地方形状你不能现在去做演戏。艺高人胆大，因为什么呢？裘丹英，我们看你这个不能跳了吧？对啊。你一跳，人家轻轻的一弯，你怎么办？你必须补这个，待会儿他双还先手，但是他保留不走，一个眼没有。你这块棋待会儿要进死，对。然后你这块棋一个眼没有，你走这个没用，是吧？人家待会儿一冲。你现在尖这个呢，这个棋形不是饱满的形状，人家也是一冲。所以这个棋白棋有一天要在这儿走棋的时候，只能走这个。就自己弯着做一个眼。啊，你弯着做一个眼，人家一冲。然后再得还得再冲。还得再冲。还没活，这太不像话。这有点不像话吧？哎，这丢不起这人。是吧？你活了也可以了。好，但李玉田他也艺高人胆大，还真不怕哈。对，走这个压过来。
黑棋长，然后二路踹飞，飞一个。嗯。你看他还要整个要收黑棋的根，啊，然后盯着这一带的味道。嗯。他这长这边的意思不是说，单单把这个子拽出来，而是说，我看你这块棋怎么样？你觉得你是在攻我吗？我是在攻你。我是在攻你，对。对，那么这个二路飞呢，他认为是一个棘手，确实有的时候也是个要点啊。具体的情况就是黑棋好像不能挡吧，小球。挡。一挡他就速。他就冲一个。就速就行了。反正就是把你冲断。把你冲断。你不管你退也好，我就这么把你冲断。对，这个退呢也是要出大事的形状，他就走这个，你走这个。他突然不走了，他跳这个啊，跳在这儿。总体上盯着你，恨不得你将来这个飞出来稍微有点接应他这个先手，他还要断你，然后你这个气啊、眼位都不太好。白棋差不多边上有一个眼，他这块棋可以活了。对，啊，因此你不能挡，不能挡呢，你照本行要应，你好像要压这个，压被人家一爬就已经。对，人家一爬，人家待会儿就很舒服的，几乎要先手活。虽然脚上有一些损失，但是他这个白花花的一片给你压过来的时候，你简直头晕脑胀，这受不了，这受不了，这边太大了，到中心点，对，到了十一路了已经。所以呢，你说人家小米说我飞这个，你怎么着，不是也有一些道理吗？行，那我们看连笑是怎么下的。连笑他拖一个，这个时候一定要想点办法出来了。如果按照常规的这两步都不行，因为但是白棋更狠，冲断它。对，这个冲就也是跟刚才这个长一样。这个冲啊，如果说刚才这个仅仅是说它过强的话，这个冲呢几乎是扼手。这个冲，接下来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个冲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完全是撞了自己的气。而且这两个子呢，在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给它假设很多条件，都几乎是白棋一冲，黑棋不能不接。对，因为不然它一提通全部瓦解这个外势。所以这个冲我不知道小米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他担心什么，对，一定要先冲掉。对，他应该是冲，永远冲得到，这个不要冲啊。好，我们看他们很酷的啊，这个不要，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行吧，是不是他有点这个误算？他本来想顶这个，然后发现人家拐下去了。对，人家拐下去。你接上的话，人家先给你竖下去。你要竖下去，对，这一竖下去之后，下一招黑棋，白棋比较难下。它底下有一路尖过，对了，它有一个尖过，是吧？这一尖就过了，我们大家很清楚。那么你要加，你加的时候它搬，这一搬你不知道硬了，这棋有点难受，麻烦了。对，因为外边你捂不住它，边上它这一连回去，你显然杀不着它。你要硬，它又拐出来，得你这块棋已经进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米玉婷？我确实也不敢说。因为他们计算非常好，什么时候会有误算，这些是很难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不太明白，他是难道会担心说以后这儿，比如说先冲断了之后，人家再冲的时候，他怕人家不要吗？难道说？也许吧。因为这可能损失惨重了之后，有可能会转换。但是待会儿我们从进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以结果论，看完之后的进程，以结果论，李玉婷这个冲。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这白棋紧了一棋是很关键的。对呀、这很重要。而且他没有威胁到黑棋什么，这撞这一棋。好，我们接着看。因此呢，欣赏棋局呢，因为这是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的这个主将之战，对，时间也很富裕，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出现误算啊，更不可能出现就是说很随意的下棋这种情况。是。双方肯定是很用力。很用心的，而且这个呢正好是第十一轮，也就是说十一轮过好过后呢，赛程正好是刚刚一半过半啊，所以刚刚到一半，对，他们两个这个主将之战，很关键，各自的队伍来说是很重要的。行，我们看结果呢，他一冲完了之后冲挡住，哎呦，这个咔嚓简直是太酷了，给我的感觉连笑绝对是正面应战的，他没有说退后或者说是迂回的时候，除了就实在是正面作战不行的时候，稍微拐个弯是有的，但是你想让他退缩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叫吃，这个很精彩的场面出现了啊，还是以前经常给大家描述的这么刺刀见红的局面啊，在过去确实很难出现啊。这个早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种看上去比较和平，当然它也隐藏着阴招，就是这个顶头啊。现在的棋就时常出现这种三两句话说的不好，双方就开始杀，一言不合就杀杀成这样。
很精彩。他吃。嗯。然后白棋先尝一下。对，这个变化很多，给大家摆一个简单的变化，比较有戏剧性，就是比方说白棋他现在跳这个。跳这个的话也很有意思，不能乱冲啊，我得先冲这个。先冲这个。得走好了。先冲这个，对他。哎，他有没有冲这个？哦，单冲这个可以。哎，然后我发现我死了。没有，你也没死，你可以接。他吃这个，你不要那个了。哦，那我还是找一个好点的地儿冲吧，我冲这儿。啊，你冲这儿啊，冲这儿，他也是吃这个，是吧？然后提掉的时候，哎，白棋拐，哎，我不能单冲，又被冲死了，一会儿，所以我先断一个。这些变化都是陷阱。不要走错了，小秋，我就说以这个变化跟大家说，这个段手筋必须要会这个段才行。对对，这个棋呢，白棋是稍差一点，不行啊，嗯，因为你一接他把这个吃了，你一吃这个，他从这儿冲出来了，冲破罗网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清楚。是，我就想以这个变化给大家报告一个现代棋的特点。假如一个人的武艺不是那么精通，他水平也很高，但是武艺没有那么精通，稍微计算有点迟钝，没有那么一目十行，没有那种能力的话，这种局面我们可以设想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在现代棋的快棋当中，你跟年轻人根本没法下。对，人家算的又快又准。又快又准，你三十秒一读，你这种地方一下，你马上被人家吃花了，是不是啊？一个闪念就吃花了。没错。哎，而且你的计算的失误，有可能在这个局部没有暴露出来，但是在那个局部暴露出来。对。总一盘棋下来，你总有一个地方会暴露出来。所以，第一是快棋，第二就算是慢棋。出现这种局面，稍微一个看眼花，马上又不行了，就没法下了。对，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高手，他们都是在这个方面简直实力非常强。嗯，不然的话就确实没法在这个赛场上混。对，是吧？是的。好，这个看上去呢，黑棋有一个单段，这个是好棋。嗯，那么白棋这个虚夹不行，看上去像手筋，但是不行，夹不住。哎，白棋，所以米玉婷呢只好先送出来，对，接上。顺便把这个藏出来。对，我们下了之后，我们不知道这两招棋有什么用，那简直亏多了。这两招撞了一气，看不出来这有什么用。估计小米是不是真的误算了？刚才最早是想顶头的，后来你看这个顶到底还是不行啊。这一气撞紧了以后，对外面以后扳，人家一扳的话，你只能尝，没有别的招法。嗯，倒不是扳，小秋，这个你看，你要下你又完了。他这一段哦，不是，我说的就是说扳，假如说这样，比如说人家拐过来的话，你就只能查啊。是是是，现在不行。对，顺便说他这个扳的时候，这个段是非常要注意的一招棋。你比方说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是走这个，反正我要下这种棋，球蛋友我早就根本下不到这个，就已经该投子认输了啊。一挡，对，他们的计算太厉害了。对，下边一招棋，这个李玉婷呢，经过计算之后决定是下这个，是吧？对，拐了。其实呢，本来是有这一招的。他可以先搬一下。对，搬一下，问题是人家还是要走这个。哦，还是要走这个。他先断一下。先断。嗯。你看，你要吃这个。然后再拍吃。首先没有，首先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更狠。这个有没有？我看看啊。这个更狠。哦，这个没有，这个一走他吃吃通了，从那儿吃，所以他只有吃这个。嗯。是对你这个要提掉，然后再加足。再加足。吃本来呢，把这三个吃的也算是一个变化，但是他确实拔的这个花，这个姿态不是太漂亮。嗯，这个还有一个梅花五在这儿，它不是很好的形状。嗯，对。但是这个段要给大家报告，在双方有杀的特别着急的时候，你必须扳，你必须要断，你稍微一这个一个闪念一扳啊，被人家一下把这个尾巴吃通了，一抄一错就不行。好，这个是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所以下边一招棋呢。李玉婷看这棋还真是不是很好动啊，因为他又不能先打这个。先打这个的话，外边就有点破了。外边就已经补不上了。对，而且这个脚人家依然说挡一下，这依然能活。对，这不是尖在这儿这样进活。啊，对对对对对，哦，是仍然是活棋。嗯，嗯，所以他这个又就不能先打，这个有点怪哈。好，没有办法，他就走这个。走这个还有，本来这个也好一点。你要是能补在这儿，那么下边一招棋呢，你从这儿搬过来的时候，嗯，要好许多，因为它一藏出来是后手。但是如果你走这个呢，我怀疑黑棋又有这个，先冲它，他先冲，然后再一接，你补吧。哎呦，这个棋被他一走，有点不好补，断点有点多。对，你这个完全就没法落，你只有补这个，不然他要断了，让他挡一个活了就完了。哦，好。
那就这样。就这样吧，活了就得了。我想您是不是先尝它一个？先尝一个啊，先尝一个，好，行。先尝一个，反正是先手，不管它这怎么走吧。必须要补。嗯，然后再一挡活，一挡活，这块黑棋出头了，脚上黑棋活了，您这块怎么办？总有一天你要来卖这个，这个很痛苦的做活啊。这些变化，这些计算当中的东西，我们好多棋友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精彩的东西啊。但是当我们在这推敲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们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大家也不知道你们这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总之注意一个形状，注意一个气，这扭杀当中这两条，我们只能很虚的说这两个建议，是吧？因为这个计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根据每盘棋不同的棋形来决定的，这是每个人的能力问题。对，很难用一个原则来指导你应该怎么计算什么。比方说39×39等于多少，你怎么样来在数算当中总结一个规律。你刚刚算好了39×39等于多少，突然它99×99，不一样情况啊。那么实战呢，白棋并没有这样下，他选择了另外一种下法。那么他到底是怎么下的呢？我们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围甲联赛当中连笑对米玉挺的对局。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摆的这个变化呢，实战当中并没有出现啊。对。米玉挺选择的是另外一种想法。对。但是接着刚才留下来的一句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广大的棋友如果有提高这个棋力的愿望的话，那么在计算当中呢，还进行一些自我归纳、自我总结。虽然我们说很难在速算当中有什么原则可以，这些经验可以贡献给大家，但是各位要是自己琢磨琢磨，肯定会总结一些好的东西。行，我们看他实在没有这么下。换句话说呢，在这种情况下，白棋他下一招，这个不能打到，就是有点难受、郁闷了。最终呢，没有办法只好补这个。补这个下边一招棋，这个连笑胆子很大。他挡住。挡住，对。他说你不打这一下，我先把这个都给抢了。先把这个挡住，他不怕这个地方受攻。嗯。我们胆子小一点，是不是很容易想到这一下？是啊，得想着先跑出来。就先跑出来再说嘛，哈。嗯。如果你跑出来的话呢，他可能就打一下，然后打一下，然后景气接上的后之后啊，接上紧接，紧着气，那个脚上就没有进活了。对，是的，就要靠打劫什么的有一些变化。但是呢，连笑他这个算得很清楚，他就挡这挡这块棋就基本上活了。虽然后来是出现了劫阵，但那个劫很勉强，是吧？没错。而且呢，因为上面呢，他这个拐是先手，由于有这个挡呢，他这个三个子可以不接了，没关系。对，我们接着看，他就是白棋搬，他就是搬的，对，鱼然后黑棋拐一个，在这拐一个，哎呦，下一招棋只有接。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出刚才说的这两个交换有什么好处，是吧？是的，这个差远了。小鸡说的对啊，本来可以连扳的。就这个时候就区别就看出来了，本来人家拐的时候你是可以扳上去的，对，如果没有这个你可以扳啊，这个很凶。这个也不是说白棋就一定怎么样，但是他至少可以搬。那我先把你摁住了再说。对，不，他倒是也不怕，因为这个棋他就虎嘛。这个地方就鱼如大海，对，你也捉不住他。但是白棋毕竟好得多。是。但是后来他冲完这个，连这个都没了。摁过来一头差多了。这个不行了。他只能藏在这儿了。只能藏在这儿，这个力道就差很远。因此这盘棋基本上是很多变化都不肯定，但是小米这个冲接近于可以肯定，完全没有必要。下成这样了，现在对，拐一个白棋，下一招白棋搬，直接做劫啊，直接做劫了。哎呦喂，他不做劫他就面临的那块要做活的问题，那块要做活，所以他只能是被逼无奈。对，这个劫很刺激很激烈，但是总的来说是白棋勉强，所以这个又不好给大家总结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这种二线扳的一线再扳这个劫，我只能说呢，按一般规范来说，我们的感觉是打劫这一方是他有这个手段，第一有这个手段，第二这个手段勉强，但是第三呢，要看全局的特殊情况，主要要看劫财，劫财就是无条件有利呢，他再勉强的劫都可以给你打，对，他就给你成，你能怎么着？因此劫财是生产力，这一点呢望我们广大棋友加深印象，这样呢，你有的时候有些先手就不要随便走掉了，现在黑棋提劫，白棋冲了一个，冲，这个他这个倒是这个倒还算比较舒服，
一提。提起，黑棋搬了一个。哎，黑棋这个，哎呀，连笑这个计算是不错，他们两位计算都很好，哎，都是力量很强的啊。能下到联赛主将的位置。是，这一班搬的这个米玉婷很纠结。是。不知道怎么应好。从结果来看，也许还是只好应这个吧。从结果来看，还是弯在这儿。对，只好应这个。他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棋他不愿意应这个。对。因为应这个呢，到一定的时候，不知道是现在还是什么时候，人家一走这个再一胡，然后发现你还得你还得应应，一应眼位被人家先手撅光了，气也不对，是吧？对。所以像这种棋形，一般搬的时候很少会应在这里。要不然你就索性紧人家一口气，要不然你就硬在别的地儿。对，硬在这儿一般都不太是像是好棋。这个形状你看没？对，你这一般都不是弯的。对，啊，但是它也有特例，也有特例。好了，就不好说。这个棋呢，实战呢，这个米玉婷很较劲，他就把外边的气紧住。他要求紧你一口气。但是上边一看明显有些缺陷，一看这个棋形呢，最简单的觉得这一跳不是就可以回家吗？至少是有打劫啊，是的，是不是啊？看来还是要应这个，先走路了，还是要应、不管怎么样，好，他接这个，那么连线把这个棋下。这盘棋的故事就要说，接下去几招之后，我们看得出来呢，后来双方下得很精彩，但是连笑呢，确实就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是的，占据了优势之后，这个故事就变成之后呢，双方又是激烈的战斗。换句话说呢，在现代棋这个棋盘上，你续盘到中盘占据了优势，要夸张一点的说，无论这个优势有多大，下到最后你取胜，如果什么地方下得不对的话，还是很困难的事情。没错，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对，尤其是跟他们这样的水平下棋，估计给我再大的优势也不管用。都没用，都不管用，都不管用。行，白棋现在长了，白棋长，这个是劫材，那么黑棋当然必须要跟着应。白棋在提劫。现在黑棋没有继续再纠缠了。对，他又把这个头给扳住。这个扳也很大。现在越看这个撞一气越觉得对损失惨重，这个损失惨重，这个差太远了。假如没有这个的话，等于将来你一跳方，这是一个形，那基本上就已经能跑了。对，可是这个一交换了这个跳方，这个形就怪异了。你哪怕就这么一挤，你也很难受。是的，这个差远了。行，我们看实战。那么米玉婷呢，终于算是把这个劫解消，打赢了。很马虎的这么一看呢，假如说上边这个黑棋就是被白棋吃掉，然后黑棋中间把白棋这个已经走得很烂了，这个形状，黑棋中间很厚，那么这个厚实和右边的黑棋的配合，好像黑棋还可以，换句话说，这话叫做黑棋即使死掉，这个棋都没输，中间还是不错，是吧？他中间得的利益太大了，这个太怪了。而且他呢，不是像王老师刚才说的这样跳着又继续跟他打劫。那个小米呢，他是在，这个是连笑一扳，他提掉，他一提掉，对，是吧？然后他长了一个在这儿。他要长，你说说。他不是跳，太狠了。他这个招法很黑，这个设计和计算都很好。你看刚才给大家介绍一目了然的是。这招棋对于他来说是一路大飞，对啊，是连上的，这是个打劫吗？跟这边的一路好像是搬过，所以这一带呢毕竟是有一个劫，是吧？大家是不是只好这样打？好像只好这样打。那么他最轻的下法尖，然后这不就打劫度过吗？就完了。打劫度过，度完了之后你这块也不太好。一般的感觉是这样，结果他的下法还不同，这连笑他还要长，这个真够凶狠，很有意思啊。白棋阻度，白棋只好用这个方式阻度，在这儿。然后黑棋断，黑棋断，一招一式都很紧凑。白棋叫吃，冲。其实看起来这个地方好像觉得封的不是很严实的那种形状，因为人家有个虎嘛。但是他就是这样摁住你，他要求你这个地方做出一个假眼之后，这个气就不一样了。气不一样。这差很多的。是啊，这棋，白棋非常想这样跟他拼，非常想这样拼。对，你这不是要叫吃吗？在做劫，这个是很狂的，对。但是这会儿我们发现还是劫材不够，是不是劫材不够呢？你看你一提嘛，是的。他要用什么方式来找劫？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地方有劫材，这个地方算不算劫？这个不是劫啊，他一提带响了，对对对，他没有劫，所以刚才说的劫材就是生产力。确实是因为我们就是我接触业余棋友比较多，对，这个次数比较多，我发现
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于先手走一遭自己觉得很爽，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收获。我就说用这样的例子呢告诉大家，那个先手不要走，对，除非他有先手五目以上啊，除非说你不走的情况，人家可能马上给你走了，对，那有可能你得先走掉。你看这会儿如果白棋有劫财的话，做了这个劫，黑棋崩溃了，黑棋那么好的形势现在崩溃了，嗯，但是没劫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有不走了。他把这个打拔了，就打拔掉。这棋但是很精彩啊，嗯，到处都是半死不拉活的样子。拍住，先把头摁住。头摁住，这个地方关键，黑棋这个地方铁厚了之后啊，下一步我们在续盘阶段给大家描述的这一点，你总要挡了。你这个再跳出去，他一下来，这好像他如果是铜墙铁壁的话，太危险。对，如果你只有挡啊，即使你跳出来能在里面做活，也未见得就便宜。对对对，所以总是要挡。四路高边，尤其是，他就盖住。你看这张，黑压压的一大片，是不是啊？全部要成空的样子。下到这儿，我很怀念续盘阶段啊。黑棋打入的时候，白棋第一时间来点小目，兼冲这个。嗯。防范于未然。早点下。哎，让他膨胀的可能性没有。是。行，这个是一个参考图，我们看实战。那么他一叫吃，他先提了一下，提黑棋粘上，粘上。其实这个提不提，也不是很重要，因为你不提，黑棋也不会粘。嗯，黑棋粘上，他是自己帮自己警戏的。嗯嗯，黑棋要走，可能他都是走。他也是粘在那儿的，他也粘着。所以粘在那儿的时候，白棋也可以考虑提，还是不提的问题。还是不提，嗯，也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对。总而言之呢，这个地方黑棋把白棋捂进去，连笑就说，我刚才的打劫度不给你纠结了，我让你收气吃，你收气把它吃掉，然后呢他这些都能够提回来啊，对，变成铜墙铁壁来经营这个黑棋局面是大优。而且那个角你还欠一手，欠个打劫在那儿。对，嗯，好，李玉婷在这儿一看就愤怒了，就不能再硬了，干脆脱先，先飞过来再说吧。哇，这招棋也是啊，飞是一个下法，然后这个地方呢，毕竟它还没有死尽，对，它会有些借用，将来还可以有些味道。是的。好，我们看这个精彩的画面，逐渐越来越多。嗯，黑棋下一招挖一个，景气的手段。那么白棋当然是叫吃，黑棋在叫吃，白棋一定是提掉，黑棋是提掉，是吧？他先粘的。然后白棋打吃了一下，先端差不多，白棋打吃，黑棋提掉，这个是必然的变化。是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团上团住。哎呀，112，然后黑棋下一招做了个眼吧，对，立做一个眼。嗯。113，其实这个时候，这棋好像无论如何都是成一个打劫的形状，成一个打劫，怎么可能也不能进杀？你如果走这个，他提这个，这肯定有个劫。对，白棋下一招是接上了吧？对，他接住了，必须接上。在这儿，不接上这一题，这个赖皮劫一剑打得没完没了。嗯，得接，然后连下又把这个给他塞进去，铺进去。这个劫的语言就是什么呢？只要这不是一个睁眼，黑棋提到这儿，黑棋是眼杀，把白棋吃掉了。那么如果白棋能够提过来的话，下一步白棋要解消，好像还得景气。对，他不能接上吃，接上吃的话，人家一提还是一个打劫双活。对，白棋不能接。嗯，白棋就是说，他如果打胜的话，下一招棋他是景气。他团在那儿。你一提过来再景气，把你这个吃掉。所以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负担就要重一些。所以白棋即使打赢的话，他吃的有点郁闷，他不能接着吃。哎，116，好，黑棋现在连下这个当然就比较从容了。嗯。但是之后的招法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双方有优劣，形势有优劣之分，但是拼的还是很惨烈。对，靠挡回来啊，然后黑棋提劫。白棋这个时候不太好找劫财，不太好找劫财，他就中间搬了一个，搬了一个。对，其实这个是比较卖味道的下法，因为这个如果说保留的话，将来中间有各种可能性。是，但是你现在已经等于先把自己给卖死了，卖死了。对，你叫吃卖死了。啊，但是卖死了呢，他当然这也多一个叫吃，跟这个曾子也多少有些关系。啊，白棋下一招提，他好歹能把它争掉，黑棋断，不然人家断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对，因为断呢，本来按照最要强的棋形，这个蹲是很好的，这个立，可是呢，不要说上边还在打劫，哪怕是他现在长一个也行，因为周边这个黑棋太厚，你这个不能不补，他也飞下来啊，那这个就太危险了，这两本身就已经很危险，是的，啊，
因为这边太厚了。嗯。所以它现在要先把它能够蒸掉就蒸掉，蒸掉连线再提结。哦。那白棋一看，没有很好的结材，是吧？立下来。干脆下一招立下来。嗯。算了，黑棋下一招连线。再提。得，这样一来呢，黑棋反过来又把白棋吃掉了上边。嗯。这个是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个目数转换了还是很大，主要是。嗯。好，我们看，但是米玉婷呢，他下一招棋叫吃，嗯，你提掉，他这个还是要提过来，是吧？点刺。点刺。不引针了，现在点刺是找劫材再提过来。提劫。这一下一看，白棋确实劫材不够。嗯。那干脆就换一个方向吧，走这个。这儿，然后黑棋。黑棋一接。接出。这一战把这个全部吃掉，嗯，黑棋把它吃掉了。当然，白棋把黑棋的中国流呢也全部破坏不说，还威胁着黑棋这几个子。嗯、究竟怎么样，得失？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形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黑棋，但是从这个局部转换的话也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了。对啊，人家进来了，这三个子要吃掉了。如果连骨头带肉都算空的话，我们马马虎虎算一下空啊。嗯。这个地方有争议，待会儿他一搬。对他还有进攻，但是光说目的话，黑棋吃掉一条大龙，这个目并不是太多。我们来简单看看啊，它是2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2 22 23 32 33 34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目，嗯，加这儿70目。那么白棋呢，如果这张全部算目的话，哟，你虚虚花花一数它也很多啊，是2 4 5 15 16 17 18 19 20 30 32 36，这个就已经40了。嗯，这个之间的配合15目是没问题的，再加上这55了，哦，60多，哟，这块活好像还不错。那这个很虚啊，浮皮潦草的。嗯，接着我们看他们高手的定型，就是黑棋后来这些定型的下得很漂亮啊。因为这个地方的目数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就可以数成白棋的目的。对，36，毫无疑问，黑棋胜势。嗯，可是呢，也还没赢啊。对。黑棋下一招。挂角。哎，连笑挂角。嗯。现在还必须把目牢牢的守住。扎住，要不然一会儿空就不够了。嗯。跳起来。白棋这目都要围到5路去。嗯，对。140，然后黑棋飞一个，这个飞也是必然的，要飞出来。白棋很想给它冲断，但是一看这个冲断好像还是不行，他一打是一接太勉强了，对，那只好跳。跳这个先，做点准备工作。嗯，走这儿，然后再击打。击打，嗯，这个击打是胜负手一类的吧，都是要拼。这棋呢确实是黑棋是胜势，对，白棋是不行的。总结起来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一招棋的缘故。就这个冲的缘故，哎，这个冲如果不冲，情况还有点不一样。嗯，作为白棋来说是这个冲的缘故，作为黑棋来说呢，确实连下下得很好，到处都下得很清楚，啊，下得够狠的，主要是他。行，米玉婷这个叫吃，我们看一看他接下来是怎么下的。嗯，虽然黑棋形势不错，但是他依然不手软，他说先考验一下白棋。嗯。他说：“你这个空围到5路来，那么我先3路扔一个，你看你是怎么吃我的？到底？”对，优势方也忌讳这个哆哆嗦嗦的，好像就是，很谨小慎微的哈，就要走向终点那种感觉，那个也靠不住，那个还是靠不住。那个对于优势方来说，可能是比较忌讳的一件事，嗯，因为有可能你退两下，发现这个优势就不如以前那么大了，再退两下，发现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但是又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围棋就这个最难，但是你说他又说那我就冲，我就杀，最后搞得天下大乱，啊，刚才的优势没用，哪一种情况应该用哪一种姿态，这个就没有一定之规。水平的问题是吧？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品味的地方。行，他这个反正深入敌后是个硬手，反正不亏。白棋飞刺一下先。在这儿，黑棋接上，接住。好，他先把这个守住，要不然的话，黑棋一飞的话，对，白棋自己都有问题。是，这个差不多快活了。嗯，行，然后黑棋下一招，小尖。对，这很厚，同时也很大，他防止白棋从这个地方这一线给他踹下去，这个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现在有了这一招就不怕了，这一招就连上了。而且这本身目数也很大。是。哎，这个白棋下一招冲断。冲断。这一冲断就感觉还
一下子就感觉这个黑棋形势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对，有点看不清。嗯。李玉婷也做出了他的努力啊。嗯。嗯。这个时候黑棋突然在这儿停了。嗯。没有继续，他走那儿了。哦，对对啊，黑棋在这儿，他教我们一招啊，这个地方，这招太大了。就是说，刚才我们把它全程算成白棋的空，这有点过分啊。白棋要有机会走到这个，还真基本上都是空，这个很大，对，巨大。下一步上边有靠，下边有夹。嗯，好，连笑现在在左边，他保证黑棋基本上活棋的情况下，没有以这两个子，把它太纠结，太放不下，所以他先来这个定型。手法也非常好，我们看他先飞，你这个不能走别的，是吧？他差不多，他顶出去了，他差不多要连上的、啊，逃掉了，是。因此他总是要冲断的，嗯，你冲断的一瞬间，他这儿再来靠，哎，这个棋下得漂亮。你如果要走这个的话，他是不是要断啊？是的。啊，或者他保留这个断，冲这个就行了。那反正白棋肯定是不行嘛，这个。对你这个不能断了，他这有断，这有爬。是的。嗯。那么黑棋靠的时候，当然白棋它就顶这个，嗯，顶这个我们看黑棋是冲，是吧？对，白棋断，断掉，这个必须要断，嗯，然后再一拐，白棋为了抢先手，他赶紧搬一下，赶紧搬一下，送一个子，要不然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啊，是有问题。你如果单接这个，单接他单长，那他成后手得补一个，成后手得补一个，所以他只好卖一个，嗯，卖一个，那么连这就要吃，黑棋接上。排斥掉，再排斥掉。嗯，黑棋这还增加了好些目、嗯。哇，将来这一走，好像这个地方还挺大。对，哎，所以他这两个子先放在这儿，那里先定型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即使你要吃它，你如果吃的太大了，他可能怕它跑；如果吃小了，我就拍一长，这儿成的空，发现比你这吃的这两个子还大。嗯，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棋。如果白棋再补一招啊，是不是应该补？这个地方变化是怎么回事呢？嗯，那么就是白棋不补，对，黑棋下利。下利的话，嗯，假如白棋挡住呢，可能会有点小问题。哦。比如说他会做个比较赖的劫，这样。嗯。因为你不能先打掉人家一挡，对对对，打劫了。然后走这儿的时候，黑棋可以比较赖的做出一个劫。哎呦，这个不是优势方的态度。是。啊，优势方不是这个态度，但是就像刚才左边这个劫一样。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儿有一个劫，对，但这个劫不严重。但是白棋它可以不挡着，它可以跳在这儿。白棋跳在这儿，正解应该是在这儿。啊、跳在这儿。啊、哦，好棋，冲一个。冲一个就接上。对。然后跳一个。跳一个。它就紧气。你再一走，它就收气，就正好快一气。你看，你这个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自撞一气。你要走气，只能走这个。嗯。他走这个，你搬这个；他走这个，你走这个。这样是不是长一气了？这样长一气。我得看看我收气别收错了。嗯。是不是应该这样收，拐在底下收啊、哦？拐在底下收，他、一挡住的时候挖进去，挡住的时候我点，哎，点在这儿也不行，点在这儿，那我单挖一个，单挖，是不是还是有点问题？对，有点问题，他还是这个，就这个跳，他主要不能让他很舒服的跳着这个，因此刚才这个劫呢，就是一个手段，要打劫就是一个手段。如果白棋把这个卖掉的话，他自己紧了一气。对，他点完了，他挡在这儿了。对对对，这个跳这个时候被他一跳，好像是长气了，好像是长气了。跳在这儿是长气了。刚才感觉上还觉得行，但是长气了。嗯。好，他但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说，是有这个手段，但太勉强了。对，是的，而且你这个劫很重啊，在这儿。是这个不严重，那么这个地方给大家简单交代一下啊。嗯。总之，黑棋一蹲，至少是劫财无数，本身呢还是有。有一点味道，是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嗯、关键是白棋，他不可能在这儿再补一招、他必须接着拼。嗯。那么我们看，黑棋63走到这儿的时候，白棋64提。他这个吃的太黑了。是提，对。他不能这样吃，这样吃不够。是。哎、他吃在这儿太小了，人家不。拍长，因为这儿还有飞，这个空不够，所以米玉婷呢必须把这个事儿闹大。他要求我下一招还要把这个搬回来，嗯，因为这个也是15目朝外，同时呢，将来他的愿望是从这一带收进去，让你全部收去，把这个给他提掉。嗯，好，这个是最大限度的努力。64，黑棋65，跳一下跳，在这儿啊，因为这块棋你也没完全好，嗯，同时呢，这个地方如果你被他提了，你再做这些退让的话，这个就有点不对了。
这个将来如果他这搬过来，这些都是先手，连这个地方的对这块棋生死有点问题。好，所以连笑索性从这跳出来，以攻为守，嗯，这也是很好的一招。白棋先守住底下，对这个不守住呢，因为他有一个这个，他冲断了，对，直接一冲断，这个味道就一塌糊涂了，就底下还要挡下去，嗯，不行。因此他，顺便说一下，连笑他这个很清楚，如果你到这儿来财迷这些，甚至考虑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是自寻烦恼了。局部可能有一些手段，但是对全局这一带的形势的掌控，你增加了很多线索，没错，不好。这样一来，有可能这个局面就失控了。对他跳，嗯，黑棋再跳，哎，这会儿连笑在这一间跳跳得很高兴啊，嗯、连续跳了好几个，幺六七，白棋幺六八这个搬，嗯，然后黑棋爬一个，哎，这个目数很大，嗯，而且带着眼呢，都是，哎。现在米玉婷在中间连走了好几招，嗯，他这块棋变成他变成外势了，啊，是黑棋连笑要补，他得补棋，他不补棋的结果是什么样呢？他不是说人家收气你补一个，他是从这儿收气，哇，那就麻烦，然后你进不去了，成一打劫，你只能从这儿收，对，再一点，对对，再一贴，是是是，所以他得补一个，再搬回来，嗯，加，嗯，这个加是好手，嗯。在这个棋形当中啊，就是星位二路有小飞，人家有一个子爬进来一挡的时候一夹，如果一立，下边一招棋是怎么走的啊？请小秋给我们演示一下。单冲，哎呀，这招棋下的漂亮。走别的不行，走别的这个威力不够，单冲最好。嗯，有单冲之后，你发现他无法抵挡。嗯，他如果长呢，你直接给他断了。嗯。端在这儿就行了。对，如果他挡呢，你长这个。哇，这一顺长，哎呀、这简直受不了。他大概最好的也就是虎在这儿，然后你发现再一冲，这冲断先手，这一冲下去，这个这也出奇，已经不太对了。他对，所以没办法啊，这一家不能立，而且关键是白棋立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会黑棋里边什么都不走，外边单冲，对，这味道最好。嗯啊，当然实际上别的下法也能出点棋，这地方直接冲断啊，长一下也行，但单冲最好。所以他只好防。那么这个地方是黑棋的先手的官子利益，接住。嗯，这个要扎一下。嗯，他下得很坚实。嗯，因为他扎完这一下之后再火，他这个棋形就特别安全，没有任何棋了。嗯、是是是。嗯，一点只要没有这一招就不怕。是。因为你走这些都是隔靴搔痒的，他这块棋是可以活的。嗯，显然，只要没有这一招，我们一看显然他这一招没有，是吧？嗯。他现在不成立，有了这个子之后就更加不成立。嗯、如果没有这个子，有可能会成立，有比如说人家尖之类的，嗯，来提防他一下。行，这个连笑当然是顺风满帆，望着朝着这个胜利的终点呢，很坚实的前进、嗯、啊，但是还会有些变化。我们看，实战是幺七九，白棋幺八零点刺，刺了一下。嗯，假设这个劫确实他不能打，是吧？那么白棋这块空其实也不小，一数起来啊，挺大的。嗯，你这个一走完，等于是他一立一打，将来补一招、补两招，二四六八十十十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四十四四五四六四七十八四九五十五二五这块五十五目。嗯，五十五目，如果白棋忙了半天，中间获得一些利益，再把这个一补回来的话，五十五目。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十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七二七三，黑棋白棋还要直冲七十五目啊，这黑棋目不够，黑棋目还不够，优势了半天目不够啊。行，我们接着看，因此现在这个角上看有没有机会定性也很重要。接上，哎，然后呢，白棋拐了两下，在这儿先往中间冲两下，拐啊，把它目数冲小点。对，刚才这个是渲染一下啊，嗯，形势当然是黑棋大优。但是我们刚才渲染一下，他一般，他这个补棋法也挺高的，他居然是补在那儿的。要求你叫吃，他接上是吧？那你这个总要补了，对，你一补，然后他是不是脚上打算不补了？他这个脚已经活了，嗯，局部已经活了。如果他不补，一走点，点的时候他就粘上就行了。目数没有，但是已经活了，对，好歹是先手补活。对。所以这样一来，是不是全局要下细棋了？好，我们接着看。实际上连笑他的定型方式是先冲。嗯，对。你必须要挡。
它下一步再点。对。你必须要煎糊，就白棋活是可以活的，你画一手棋当然该你活，然后再一扳，这个地方下得非常漂亮。是。白棋只能走这个，再一扑，那么你只能做活。好了，他先手给你搜刮掉了，将来呢你不走你一长，他不走你一长，就他就这样加持就行了。是。目数呢稍微有一点渗透，但是黑棋现在就获得了先手。嗯。啊。这个次序下得很好，他是先搬然后再铺的。嗯，如果先铺呢，先铺就不一样了。先铺啊，先铺人家弯在那儿去了，那就差好几目。是，嗯，这个不行。嗯，行，下成这样了。下成这样，我们看，那么黑棋抢到了先手，简简单单一下，腻腻歪歪的下，这个棋还真的最后要数目，这个棋还不一定怎么样。嗯。好，下一招棋断，他把这个断了，哎，这个很重要。哎呀，这个千万不能大意，因为你一看好像这个教师也是先手哈，怎么样？一放松的话，这官子一收还不对。嗯，断，好棋。所以这个优势啊，不管如何的大，你下到后面也一定要数目，你得知道到底领先了多少目才行。嗯，这棋接下来要怎么收啊？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优势棋把它赢下来，确实是很不简单。对。哎，在围棋盘上，我们也经常聊这些话题哈。嗯。就是说，嗯，你优势了半天没有用，一招棋下错了，一招不胜，满盘皆输，这是一个概念。还有呢，其实高手之间下棋，像这种吃掉一块棋，但是人家拖了几手先，渗透到右边啊，从价值兑换，就是纯粹目数的价值兑换来说啊。往往你所得吃掉一条龙的一方并没有多少，对，并没有多少，所以你过于放松还真是不行。好，一定要这一段，那么白棋先贴了一个，白棋贴，这是先手。他贴一个的时候，黑棋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子抱死呢？我没看出来抱死有什么问题吗？抱死他可能就吃这个就算了，他就拍试一下算了，对，他就要要有这个利益就行了。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抢个先手然后赶紧收别的去。对，就收别的。他倒是可以从这儿什么贴出来之类的。对，就接着再收嘛。嗯，那么连笑呢下了一个贴出来更干净的效果，他是直接提掉啊，把这个全抓了，全抓了。这个画面要摆给我们大家看看啊，观众朋友当中喜欢这种大砍大杀的，喜欢把人家一堆棋子轰的一下全部提起来的人肯定不少，这样大家看的哎好像有直观效果啊。行，那么下边一招棋李玉婷就叫吃，黑棋再一长，白棋再一冲，从目数上来说这个小球黑棋当然是提不如吃这个好。对啊，我觉得也是。所以下到这一瞬间，是不是李玉婷会觉得，哎呦，这个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啊？嗯、是不是有点希望？这个形势是不是有点希望？我们接着看，因为他下边一招棋叫吃。对。白棋叫吃这个，黑棋一提，顺便把这个勾下来了。好，这个断点要补。藏回来。他藏回来之后呢，黑棋这两个子也很大。嗯。你要是被他吃掉怎么样？那我就接上吧。接上，一接上，您就贴进去了，这些怎么样？这一类的，我觉得黑棋好像很难讲是不是赢，是不是赢还真不一定，嗯，还真不一定。所以你没有最后的这些手筋，这些好手把变化都看得很透的话，这个棋要赢一盘棋真是太难了，哈。对，我们看黑棋在这儿下得非常漂亮，他是先冲这个，先弯冲一下，这你得挡吧，你不能先退缩。对，这个冲先退缩已经退出两目去了。就是退，而且退了很多，这个目数很多。底下以后还有收气的问题。啊。然后黑棋。这个尖很巧。嗯。这个尖很巧。下得漂亮。对，你如果尖。那么我先回。他一扳，你挡，这是没棋，没问题。然后回头还断。黑棋先手连回去了。是的。这两个先手连回去，他这个再一处理的话，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缝隙，所以这个地方的官子不一样，这个官子差别很大的。这可能就是刚才他为什么没有打在这里，而是直接提掉的一个大原因。对，可以保持这些先手。对，对，左边有好些帮助。他比如说这个是先手，这个也是先手，这个是是是。你这个飞是飞不动的，人家一压你贴，这个有差距，是是是，我一边说一边在看这个地方，对，他就是这个，要不然他连笑对这一代的官子还有点不放心，所以这样他就可以先手连上，因此白棋呢，李玉婷在这做了一个努力，白棋单长这个，嗯，那么黑棋挖粘了，这个依然是先手连回，是不
啊，所以只能说还是不行，叹口气说这棋黑棋下得好。黑棋下得好，他这个官子呢，白棋比刚才那个好一点，比刚才那个单阶上有一个段，对，你看嘛，你如果接这个，他这一掰，你一打，然后这儿有个段，是的，有一个段，你当然也可以爬这个，但是这外边就差一些。对，比如说白棋爬在底下，你可能气好一点，然后这儿先被人家压一下。这必须得硬，要不然断完长了扳下去了。这还有扳，对对对。然后压着一下，又不一样，对，反正又不一样。他实在呢，他走到这儿，官子是自己是好一点，就是说在最坏的结果之前要好一点啊。但是呢，还是不幸被黑棋争到了先手。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黑棋哇，对，粘上，确实人家收的好，在这儿挡住。然后黑棋呢也现在也不着急说把这边赶紧收，反正白棋也走不动。嗯，你要下的话，充其量就是靠在这儿或者虎在这儿，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对对，赶紧回手。哇，这个太大，这个巨大，这个太大，这一走就全部封上了。现在我们这一块可以数木了。嗯，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简单数一下木。可以数一下木哈。嗯。大家有一个具体的印象，因为这个地方的头呢，大概是你一扳，挡住是不是啊？他一打。嗯。当然，这个走不走都无所谓了，是不是啊？这两个子你也吃不掉。黑棋的空呢，就是这样的空。你走这个，它就叫吃；你走这个呢，将来是后手。对。你走这个呢，是先手，是吧？打掉。然后黑棋还可以上面先打一下。这个是他的权利，对。然后这个终归是要补一个。这个是示意图啊，不要这样下，下成这样，反正这两个子你也吃不掉它。嗯。但是这个形状稍微差一点。好，那么他这个地方就算围上了。然后这儿呢，有一招大棋。这是要补一个吧？这个不补不行吧，小乔？叫吃叫吃，对，不补他会连环的。但我在想，他是不是可以补在这儿？可以补在这儿啊！啊，因为他这个不走，这个不走，大概是不是好一点？我看看啊，这个也是棋中位，就算他补一个吧。啊，好，那就这样吧。就这样，我们来数一下目。行。这个地方将来立下来，你要补两手。所以这还是白棋这块，我估计还是55目，24、6、8、10、12、14、16、18、20、22、32、32、42、44、6、48、50、52、54，这个55目不到了。嗯，55目不到，这个地方是123目。三目。哎，那么就是58目不到。59、他提了一个54。61、62、63、64、65、66、67、68、69。可能白棋全局有70目棋。70目棋。嗯，那么黑棋呢？我们来看黑棋啊，黑棋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十三五四十五，五十五五六五八六十六二六四六六六八七十七二七四七六七八八十八十二八十四，已经是90了。啊，那盘面十几目总有了。盘面十几目肯定有了。啊，那说的少一点，大概不到20目的样子。就算你这儿能搬进来。对对对，这个黑棋收目是肯定够了。嗯。所以实际上他是下到这儿，这个棋就认输了。对，他拐住的话，白棋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法收了。对，就认输了，米一婷认输了。嗯。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盘棋再重新总结一下，简单几句话概括一下吧。续盘阶段这个很流行的定式，我们现在看职业高手下，差不多每一盘都有这个定型。好多。是吧？下的。我们广大的棋友有兴趣呢，可以就跟着高手学这些。但是要避开它最简单的，我还是隆重推荐我们拐一个算了，拐一个，因为这个操作性就提高了嘛。对，再下别的大场。是的，是的。然后这盘棋呢，连下下出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扳。嗯，虎在上面。对，扳头啊，也可以说是虎吧，虎在上头。虎在上头这一招其实新手，但是不是好，不一定。从结果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结果来看还可以啊。对，王老师主要在于他批判他这个冲。不能随便乱紧自己的气，是吧？就白棋这个，哎，对，李玉婷这个，对，这个不能随便乱冲，这个是重要的失误。是是是，啊，总的来说就是这盘这招棋，哎，李玉婷这个冲不好，对，就是说接下来呢，打劫转换之后，基本上黑棋就是胜势了。但是我们说的胜势呢，其实并没有大家说这棋好像随便下你都能赢了，不是这样的。对对对，你还是要小心在后半盘。像这边的定型手法非常漂亮，大家一定要学习的，我觉得。对，还有这上方啊，这后面的官子人家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呦，你随手一挡这个棋。最后可能你领先就很微弱了，差出一手棋啊。那么今天的棋局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